X13 吓，大家留意 X13 先。X13 咧系我谂系必买嘅一个最新嘅科技，最新科技。讲真，真系最新科技嚟嘅呢一个。呢个系一个面商，大家可以睇一睇。我俾你哋睇下佢个 website 嗰个价钱先。大家可以望下个 website 价钱。即系其实我哋做咁多产品咧，其实做咁多嘢都系想个皮肤健康嘅，系咪先？106蚊吓，大家记住呢个价钱啦，106蚊多走先。美金啊！是美金 ，sorry， 106蚊呢一个系美金，系啦，美金。咁我哋咧今日咧系唔使半价，真系唔使半价，真系好平好平。呢一啲雕唔系话你想攞就攞到翻嚟，我哋真系要同佢攞大量货先至可以雕到翻嚟。咁所以大家买多少少其实唔好介意，因为好多时你真系要买多少少。嗱，譬如当你而家出去出边买呢一件面霜，呢一件呢个叫做咩？益生菌回春面霜，益生菌呢个回春面霜，你试下喺出边买，佢就106美金，即系140-150蚊加币，仲要加税加运费。咁你而家喺我呢度买两件都唔使呢啲价钱，我唔讲价钱住，我哋讲钱伤感情，讲咗个咩先？讲咗呢一件嘢有啲乜嘢好先？首先佢系用咗一个益生菌嚟到帮我哋做嘅，益生菌系一个叫做咩新科技？呢个新科技其实我哋都系嗰句，我哋做咗咁多嘢，我哋就系想要个皮肤健康，系咪？你要望落，你系又要保湿啦，你又要水分够啦，又要光泽啦，又要冇斑啦，又冇纹啦，跟住个轮廓又要靓啦，又冇双下巴啦，冇眼袋啦，就系、是、好多嘢，好多嘢做。其实咧。嗰、那個皮膚嘅健康就等於我哋嘅人體嗰、那個那個均衡嘅營養咁樣，即係譬如我哋係要食飯啦，我哋要菜啦，要蛋啦，要魚啦，又要骨頭啦，又要骨頭煲湯骨，又要魚又要肉啊，又要即係好多嘢，我哋都要營養均衡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嘅皮膚係一樣嘅，你齋保濕唔夠，你齋抗皺都唔得，你齋去斑更加冇用，因為你咁冇水分，你點去斑啫？所以其實你基本上你係要。所有嘢你都要做齐，我哋其实我系卖产品，但我更加卖我嘅专业，我唔会同你讲，你买多啲啦，你咩都买啦，唔系咁样嘅就系，你唔啱你皮肤你有皱纹，你唔会就系买暗疮嘢噶嘛，你有暗疮你唔会走去买啲嗰啲叫咩去斑嘢噶嘛，咪先唔 make sense 嘅，所以我呢度嘅产品系你哋自己对号入座，你觉得你覺得你係皮膚唔夠健康，咁你買益生菌咯。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你個皮膚皺紋多，咁你咪買翻啲抗皺咯。但係我會話俾你知，我哋個知識嘅直播咧，我係每一個 step 都會教你哋係點樣樣係由呢一個保濕開始，點樣由個洗面開始 keep 住你個皮膚搽得嚟靚。咁我就算我同你講，我呢一件產品我係可以抗皺抗到 120% 嘅，你塊面根本連水分都冇嘅時候，你搽上去你唔覺得有效嘅。所以一定要識得用。如果你買我啲產品，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嚟睇我啲教學。如果你唔睇，你就不如唔好買，因為你唔識用，你用完之後你等於冇用過，你就會好嬲。你買完一件好似我去買完一啲電話或者電腦，我根本我自己都唔識用，我用完之後我就會發脾氣，我就會劈到佢，我當佢一個垃圾。但係你唔識用，因為係咪？但係其實你好似 Apple 咁樣，其實你部電腦根本人哋就係好簡單，我一連個 iTunes 可以 download 啲歌。咁其實你唔識，你會覺得好煩。所以話俾你知，其實好簡單，你要靚好簡單，你只要跟住你嗱，你可能你會覺得我買咁多產品，我咁邊件打邊件。其實精華 replace 精華，你今日好簡單，你今日搽一件保濕嘅精華。咁我听日我仲有一件保湿精华，咁点算？我几时搽？咁你呢个 step 系第二个 step 噶嘛？咁呢件系同样都系保湿，咁 replace 咗佢咪得咯？其实好简单嘅，就真系唔难嘅。大家我觉得你买完啲产品，你觉得好乱，你唔识，你太多，你会有几廿万种。其实嚟嚟去去，保湿、抗皱、collagen、去斑、美白、紧致。其实你嚟去去，我哋都系要做呢啲效果嘅啫嘛，只不过系个浓度唔同。咁你要点样查？其实呢一啲咧，你哋就可能你真系未必会食啦。咁而呢一个时候，你就真系可能你唔识，你真系问我，或者你系真系睇多啲我之前直播，咁你哋就会知道系真系针对系咪？嗱，有人认同我真系啱嘅，湿疹皮肤好。其实呢一个益生菌嘅面霜咧，佢除咗系点解我会话佢一个新科技咧？首先就系因为佢用咗呢个益生菌，佢忽略咗我哋大家会忽略咗嘅一样嘢，佢用咗一个发酵嘅技术咧，系会帮你用咗个益生菌嚟做抗衰老。嗱，最惨系咩咧？湿疹嘅皮肤，因为 Winnie 其实佢有湿疹嘅，有菜菜子其实佢有敏感嘅，又会有啲红点啊、瘌或者系啲风烂咁样嘅嘢咧，佢哋会一转季又或者某啲时候有啲嘢 trigger 到佢啲皮肤，佢就会出嚟。咁呢啲时候点样样算咧？你就系要搽啲抗皱，你又唔搽得啦，美白你又唔敢搽啦。我讲到几好嘅产品，你一搽你又觉得可能呢啲情况你都唔够胆搽啦。所以呢一个创新科技就系为咗我哋呢啲需要急救但又需要抗皱又需要去纹啊呢啲皮肤嚟到做。呢个新科技咧，佢系用咗8种唔同嘅益生菌，我俾你哋睇下。哎呀！
好贵噶嘛，人哋个面霜跌咗啊，真系嬲。嚟呢度唔系 Nancy， 我未睇你太多字啊。嚟，你一得闲咧，我会拍片俾你哋噶啦，我尽量抽时间拍片俾你哋。去睇个咩？去睇嗰、那个同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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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次益生菌 emotion 唔系一齐啊？咩嘢啊？咩嘢益生菌一齐用？我唔明喎。而同上次嗰啲益生菌 emotion 一齐用，上次我哋有，上次我哋有益生菌嘅 emotion 咩？冇。益生菌以前有一个益生菌 cream， 但系佢唔系呢个唔系益生菌，呢个唔系益生菌。开片，开片，佢嗰个产品唔系去片，俾我吓死。心谂我冇准备到条片啊，阵间濑嘢。好，呢、這个益生菌回春面霜啦，唔系呢个，唔系呢个，我要睇翻嗰个产品。哦，我要俾你 ，OK， 我俾你啦，成个俾你，好靓嘅呢个。整個給你，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很漂亮，它這個八種不同的益生菌是混合了和這個叫做 BL Fill Up 的一個專利的成分混合去到這個面霜上。那它為什麼會叫做一個回春面霜呢？因為它這個發酵技術是用了益生菌來做 base， 跟著你做到一個抗衰老，就是說你就算濕疹緊的皮膚，濕疹緊就我覺得不要擦了，濕疹的皮膚呢其實是可以擦的，濕疹皮膚是擦得的，還要是濕疹的皮膚去幫你去做一個抗皺抗衰老八种的发酵技术，犀利啊！我觉得佢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咩？益生菌呢个技术咧，系会令到我哋嘅皮肤个益生菌生得快啲嘅。嗱，点解我哋会皮肤会有湿疹啊、敏感啊，又或者系痕啊，或者系皮肤会弱啲咧？因为其实佢我哋嗰个皮肤嗰个益生菌比较少，坏菌比较多嘅时候，即系好似你个人感冒，你打败仗咁样咯，即系啲病菌侵袭咗你，然后你嗰啲抵抗力差咗咁样咯，啲 T 细胞差咗。就是咁簡單，其實我哋嘅人體、我哋皮膚其實是一樣嘅，所以我哋都係需要一啲健康嘅嘢嚟到幫你。之前用過益生菌，嗱、這、呢個用呢、這個 Betty 呢個益生菌咧，同嗰個益生菌唔同。上次嗰個益生菌咧係個膏狀得好緊要嘅，而呢一個咧係嗰啲叫做咩咧？呢、這個最新嘅科技咧，大家可以見到你搽完之後，佢呢個科技咧真係唔同嘅，真係唔同同上次嗰、那個。呢、這個係2023年真係都係最新科技，我話俾你知。为什么我成日咁多啲新产品呢？就因为我真係好多我要跟住个潮流行，你知唔知？我哋追潮流。我哋 Poskin 呢个除咗卖专业之外，仲要卖潮流，好犀利，好劲。仲要同人哋攞啲货量要大啲，然后可以平啲嘅，真係犀利。係咪朝头早同夜晚都可以搽？啱嘅，可以搽嘅。咁如果你个皮肤係唔够健康呢，即係譬如比较暗哑啦，比较毛孔比较粗大啦，同埋其实基本上你有皱纹啦，同埋你觉得你个皮肤去到一个成熟嘅阶段，你需要回复你嘅青春嘅时候咧，這个回春面霜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嘅。佢系一个抗皱面霜，但系咧佢系用咗益生菌八种益生菌嚟到做嗰个 main ingredients， 咁所以你唔会搽完之后有任何嘅唔舒服，系仲有一个好处系会帮你将啲敏感皮肤，佢会变翻你嘅皮肤厚啲、normal 啲。佢呢一个有埋临床实证嘅，佢用完之后咧，三十日后咧，佢系个弹性咧系提高咗15.04%，再有一个松弛嘅皮肤咧系改善咗8.59%。呢个系佢哋个临床实证。跟住仲有个咩？冇啦，就系咁多啦。咁我觉得就系、是，如果大家系有一个敏感皮肤，有一个湿疹皮肤，你想要抗衰老，因为咩都搽唔到，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适合大家用嘅。咁如果冇问题嘅皮肤更加啱用啦，因为人哋有一个抗衰老噶嘛，人哋只不过系一个用益生菌嚟到做益生菌，我哋系人都要啦，我哋自己皮肤都要健康噶嘛，即系好似我哋冇事冇干会做运动咁样咯，加强个抵抗力就好嘢嚟啊！你上次嗰支唔系你上次嗰支 Dermafan 睇过好多面霜广告，都系觉得我最专业同埋细心。哇，有人赞我真系开心，系真系坚，系唔系讲笑，就系、是、咁。好，嗱呢个系几钱？100嗱，头先嗱，大家睇到嗰个150蚊、106蚊嗰个美金啊，一蚊。咁我哋而家咧呢一个加币包埋税，129蚊买一送一，两蚊啊，抵嘅，抵唔抵先？大家抵唔抵先？暗疮皮肤都用得，可以用。但系你暗疮如果你坐疮，坐疮位，你如果发紧嘅时候咧，系唔好搽任何嘢。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你系要等佢啲疮谢咗，你就再搽佢。系啦，系一个益生菌超强科技。你真系我苏花益生菌得一个呢一个面霜系做到呢一个科技。好，跟住下边就系 X14，大家帮我留言住先，留言。益生菌有冇分日夜？其实冇分。冇分，你可以早晚都用，早晚都可以用。你见到搽完之后一个滑滑嘅状态，闪闪嘅状态，都系讲多一句啦。我哋呢度九成九嘅产品都系暂时 so far from Korea。Korea 嘅产品
是很新科技的，可以讲是全世界 top 1 2， 一定是。而我哋讲紧你谂下，我哋头先讲紧嗰啲产品系市面上系未有得卖嘅，连个 supply 啊，连个价钱都未俾到我，我哋已经可以攞到货，所以我哋系一个潮流嘅尖端。你要攞啱你自己嘅货品，你要新嘅科技，你要靓，你一定要嚟睇我直播卖广告。但系广告一定要卖，因为如果唔系我哋点样继续落去咧？系咪点样帮自己大家扮靓靓咧？呢啲好现实嘅问题嚟嘅。啊！益生菌面霜是冇错，佢本身系一个面霜嚟嘅。益生菌呢一个面霜系一个面霜嚟，佢都系一个面霜，只不过系佢嗰个科技系最新的。好，跟住落嚟咧 ，X14 啊 ，X14 呢一个咧，呢、這、一个精华咧，真系又系为咗还原我哋嘅皮肤，系一个去到一个最好嘅状态。好攰，饮啖水先，大家帮我留言住 X14 先。唉，真系一做直播咧，成个几两个钟，真系攰嘅，唔系讲笑，真系攰。不如大家讚一下我的頭箍先，其實我真的不是想講笑，我真的講真的。其實這個頭箍是suppose我的狗戴的，這個是我的狗狗聖誕節的頭箍來的，因為我們家其實有四個頭箍，但我自己那個我覺得上鏡它太高了，所以其實我就拿了我的狗狗的頭箍來戴，真的不是講笑，好好笑。你喜歡我的衣服嗎？多謝你。我的衣服是多謝你們大家讚靓，哇！呢、這个系咩字嚟噶？咩？我都睇唔明，打错字，打个靓字打错咗。但呢个系狗，我只狗嘅头盔嚟啊！唔好讲笑，唔好理佢。